人讲无功劳嘛有苦劳，啊无苦劳我嘛真正力甲安真正真疲劳啊！啊，总无恁即马摕到钱啊，啊恁刷免一刷，互我行路工，对唔对？当然唔对。人伫讲无功不受禄啊，王先生，既然这件代志你无斗相共着，你应该嘛无理由伸手甲摕钱啊。对啊，而且即马流行的哦是有功无赏，拍破爱赔啦。参照你这种安尼生鸡卵无放鸡屎的话哦，你搁好意思要讨钱啊？无你即马是咧安那？食老啊，腰魂伤过侪，所以唔知影见笑啊。刘英，我予你良知，我哪有够啊？我是要做好人，予你欢喜。是你家己有好唔知报，唔知影人来报销。安尼为即马开始，我要倒转去做我的歹人。希望下摆你拄到我，你袂惊。也若无，你想要避嘛袂好。哎呦！哎，有啦，对啦，好，等下我来，我等电话吼。来来来，两个，哎，又搁一日，啊，你永仁嘛，啊，你安袂顺哦，人安食百英先生，暗时无代志，就出去啰啰嗦去卡到伊妹嘞，敢那无时那嘞，安尼地情地啊，阮念条条啊。关世勇啊，哎，讲低调嘞，无时那是你啦，阴魂不散，死几啊十年，唔见你去投胎，搁你这哩高高点啊。水无鱼，你定要听我来逆我哦，这点我惯习惯习，我无要跟你计较。但是，是你叫我做中人去跟李泰山讲生理的，啊，总无恁煞使暗招，啊，股权拢袂用黄平手，这点你是要安怎甲解释？啊，你安尼对我感情才会得过。王先生，我甲我妈妈的物件，阮要安怎处理，要卖予谁？阮家己用做决定。应该免甲你报告，嘛无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才对。照我所了解，叫阮甲志良，敢若无过来签委托书，收款予你全权代理买卖甲中介嘛。若是讲甲李泰山迄阵生你有讲成，当然是也有你考虑上啦。啊，不过若是甲别人讲成的，当然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啊，你即嘛是咧？阿姊啊，你今日一定看到冰箱吼，啊，有讲啥无？算我无讲啦，恁去玩恁的啦。玉英啊，志良啊，这阵啊，我为着恁的代志，啊，袂输小事嘞，安尼台北市弄出弄进，两只脚那憋高地嘞，对不对？啊，人讲无功劳嘛有苦劳，啊，无苦劳我嘛真正力甲安真正真疲劳啊，啊，总无恁即马摕到钱啊，啊，恁刷免一刷，互我行路工，对不对？当然唔对。人伫讲无功不受禄啊，王先生，既然这件代志你无斗相共着，你应该嘛无理由伸手甲摕钱啊。对啊，而且即马流行的哦是有功无赏，拍破爱赔啦。参照你这种安尼生鸡卵无放鸡屎的话哦，你搁好意思要讨钱啊？无你即马是咧安那？食老啊，腰魂伤过侪，所以唔知影见笑啊。他人斗阵，总嘛爱有福同享。悠然荡荡中，等恁摕到钱啊，一声就拢甲我抬去边啊去，安尼敢真正袂伤超价？完全是啊，有人甲志良因赚的钱，拢是合法买卖得着。若是有人想要食红，还是想要乌食乌，我看是见唔着对象啊。完全是，若不是你下就卖笑笑啦，你若想钱想到要起笑。啊，规日去唱较紧啦！啊，李英，你嘛无你的代志，你是插车嘴啦！你若想介绍，我咪掠讲你咪真正拍到你鼻梁骨断了了你啊！我是律师，保护我当事人的权利是我职责的所在。参与这种想钱想到要掠讲的事啦，我看伤济啊，吓我袂倒啦！啊，你真正有够白目，啊你一个！来行出去到门口，袂输敢那一杯糖。好啊，你想要当威风，你早徛在家啦。你老实点，你来拍看卖。你真正有？哎呦！哦。你若是要轻笑要掠工吼，你家己去弄病啦。人来弄弄是要紧啦，你若是把人的病弄歹哦，你都要有一杯药方啦。姚燕，
我承认较早我对不起你，也不过我嘛尽量咧做，尽量咧改，我嘛唔忙讲会当赚较侪钱的来补偿你。想袂到你一点仔机会都无给我，颠倒常常联络别人来咧侮辱我，糟蹋我的自尊。老油烟，我给你良知我哪有够啊？我想要做好人，让你欢喜，是你家己有好唔知报，唔知影通个报销。安尼为今嘛开始，我要倒转去做我的歹人。希望阿伯你拄到我，你袂惊。也若无，你想要避嘛袂好。王先生，无必要因为心内一点仔无爽快，就变面出手要拍了。不管你是想要挃钱、挃钱，还是两行拢卖，你拢千万袂用着急，你要倒倒来，而且要更加认真拍拼。我用送你两句话，第一句就是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，第二句就是“戏边卡徛久就是你”。等你是念说话未？天下黑哪有后生在教死老爸？志良，你歪认我这个老爸不要紧。还阁捌叫人想要甲我换代，参你这款不孝子，我原来也无啥物通啊，唔甘的。我知影你野心真大，你想要走阁较紧，爬阁较悬，啊，唔过真歹势。此后若我落着机会，我一定会抢你的后脚。我袂让你走真紧，爬真悬。黄先生，我都无爱甲你计较。但我以后你要做任何的代志，我希望你加想一下，较理想一下，安尼对你、对大家拢较好啦。李英英，我甲你讲，老爷爷护你袂孝顺，你上好离较开。也若无，你就要有随时出代志的心理准备。经理的计划，你莫安尼啦。点点啦，你做你去想平手啦。无你的代志，你莫管啦。再见。看伊这尼啊生气，无餐就是咧滚生气。凡世宏别行可能无法度，也毋过乌道是有淡薄仔实力。妈，你最近常常甲李律师做伙，以后恁两个人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。